各位贵宾，各位市民朋友，各位客家乡亲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哦，今年的义民祭典，特别是举办义民祭典35周年，也是来去迪拜来参加义民祭典。今年。 因为客家文化主题公园重新开幕，故作艺伎间发通破台剧团，共映全台35个庙街，里面也落台北，也是很多年来青岛街一带。近五年的主祭台顶，除了现场的贵宾、老市民朋友，也邀请四个。 各地的客家乡亲，老艳丽人生，乡下来祈请，伊面爷爷祝福四家平平安。伊面爷，伊有你多的，系艳丽客家乡亲的精神信仰，系万兴社会的重要力量。因台北客家义民祭典，一次系特别是客家的亲生太家发通。 韩国35年无简单，也岂有意义？董胜文乡亲史泰林，台下的三万大片，文客家文化，做的地都非产生下意，也什么？也下乡下看直播的每个客家乡亲，老市民朋友，询问台下关心客家支持客家，近五年。 台下其他的亚位，恐怕持枪一面也，保佑生活的土地家庭，台下居住的平安、空间，运营的转到正常的生活。客家话是动迁的语言，客家乡亲的沙门，是推动都会进步的重要力量。 台北市政府为汉卡大乡来传承客家文化，本都会客家神话，各地各都紧来紧好，亲民祝福台家红天平安顺心，事事如意。新闻里，韩子岁罗拉多谢，台家有韩张代表，新闻上车，市长支持。 有请市长转告毕业。接下来有请台北市议会议长陈景祥议长致辞。